出一场一人的童话，不必一路一直等候他，没恋爱出现不用生活吗？无缘骑上白马会自行归家，苦恋不一定是浪漫，不必欺骗人，孤单不一定是寂寞，怕少一个人，快一生追逐动地景点真的太苦心，从没无止爱惜都要做人，一开始总是幸运地识到这个人，到见尾总是顺利地安稳过一生，但其实真实命运很少写得这么吸引，如若童话永不变真，给赶出唐皇安，挤不上南瓜车。